这好吃我就后面了，那个面吃着一是吃一是面，你是他的爸爸大碗没有哥，这都弄啥来着啊？赵四叔，这是干啥去？就是八去。你领着一帮老汉去到猴年马月去。您不去那咋弄呢嘛？我就知道你修不成，所以我才不信你。哎，你说啥？就是因为你不去，我这把老汉才去修水坝的。你以为这是给谁修的？这是个大家伙修的。走了，我要是你，走，到建庄先去修水坝去了。走。我要是你打，到时候你当小炮睡着地上，踩着脚底下。不愿去就不去嘛。走了。水坝。哎，叔哥，你干啥去吧？修水坝去。你领着一帮老汉能看水坝，能修水坝，你们不去吗？叔哥，不是俺不去，你看刘大满带着刘家的人进城打工挣钱呢，俺几个凭啥给他修水坝嘛？对着你嘛，咱干活没钱都不说了，自己管饭，凭啥嘛？就是嘛，他们进城是挣钱是给自己挣的嘛，修水坝是大家的事，俺们修还没钱。不公平啊！我就想不通了，咱赵家把啥人亏了吗？给他修水坝呢？就是嘛，凭啥光让我干了？不想去，我不强求。但这个水坝我是修定了，修水坝的好处你们都知道，但是没有水坝的坏处，反正我是永远忘不了。咱半山村已经没有了，要是刘家坪再没有了，咱往哪跑？啊，坐着。哎呀。